左边比较慢一点点，71，左边啊有很多大的车差不多。现在时间是2:53，这种也大概是可能是1.5到2个刻，2:53。对，这个在我们说这个刚刚是多少？我抄一下，这边是右149。对，右脑大概是149，现在是153。左脑大概可能大部分1.5到2个刻。那左边脑子代表是需要就力量。140/70。那现在是153/70。右边脑子代表第六神经轴法则，这个用这个法则。